那么我们上一课讲到根恶能入的处所啊，能入的处所这当中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说明这个误入大乘止观的处所。这个大乘止观的处所，简单的说，你就是要不断的如理思维，这个是误入真理唯一的处所。那么假设我们一个大乘的行者，平常的功课啊，你只是拜拜佛、念念佛、诵诵经，那么对于佛陀所说的一遍计本空、一他如幻的道理啊，从来不加以思维，那表示说你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个误入真理的处所，你还是在真理的外面徘徊。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只是在三宝当中呢成就一个善根而已了，内心当中说是要转凡成圣啊，改造命运啊，就变成不可能，因为你的思想是由你的命运来主导的，没有如理的思维，你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的啊。当然在三宝的清净庄严的因缘的摄受之下，你暂时的不会造业，但是来生就不敢讲，因为你没有产生一种对治的力量，所以这个对治力就是处所，你一定要产生一个正确的观照力，如理思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误入真理转凡成受的一个门。好，那么这个处所，它这个门到底如理思维是一个什么这样的形象？什么叫如理思维呢？简单的说啊，一切法唯有自性，也就是说啊，你要能够修习大乘的无分别智，你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你要把你心中对立的思考，那种对立的思考全部把它抹平，一切法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好也没有坏。那么那这样子，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就是因缘法，依他如幻，如此而已，它只是在表现一切法的因缘，如此而已。那这个叫做无分别智。那么透过这无分别智呢，随闻圣觉故，如理通达故，治一切障故，离一切障故，刚开始都是这样子误入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大乘止观的处所跟这个形象加以说明。我们看根三的能入的因缘，当我们知道大乘止观的形象，也知道处所以后啊，那应该要做什么加行，才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门啊？这当中讲这个快速进门的因缘啊，看这个问，由何能入？那么有些人他也开始在修无分别智，也开始不断的有一定的时间，意境逢缘，开始在调整自己的对立的思考。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快，有些人慢？就是有大家都找到门了，但是有些人在门里面就是走得很慢，有些人一下子就进入到门。啊，这是到底是什么因缘呢？啊，这个误入的因缘到底有快有慢，这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看回答。回答当中有两个，第一个总标，第二个随难事。先看总标。由善根力所住持故，为三种相磨练心故，断四住故，言法意境止观恒常，因众加行无放逸故。那么这个地方先把前面的观念做一个总结。由善根力所住持故，一个人能够误入大乘的止观的门啊，就是大乘的善根。我们前面说过，大乘的善根主要就是菩提心跟空生见。好，那么你能够依止这两种的根本善根来住持啊，这个住持就是使令你的大乘的功德不退转啊，任何的八风的吹动啊，你的菩提心空生见的支持啊，你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住持。当然只是保持不退转是不够的，要进步。那么这以下讲到快速入门的三种的加行，
为三种相磨练心故啊，你应该以三种法门来磨练你的菩提心，加强你的对无上菩提的追求，断四处故。那么这个是断除四种障碍菩提心的四个法，前面是属于增长善根，这个地方是远离过失。那么这两个都是在修炼菩提心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升起菩提心，第二个是断除障碍菩提心的因缘。言法意境，紫光恒常，因众加行，无放一故。这个地方是修空正见的。你要平常的思维这个大乘的法义。什么叫大乘法义呢？简单的说就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的道理啊。好，那么依止这个道理啊，恒常不间断的以珍重的心啊，不放逸的心来修行。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三种的加行，三种的加行可以使令我们快速的入门。我们看下一段的随难事，前面是总标，这以下呢随难啊，因为这个快速入门啊，这个修习空正见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修习大乘止观又要修习菩提心呢？这个一般人容易忽略啊，所以就随顺这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啊、来加以解释。那么解释当中，第一个说明变魔即心，第二个说明断事处啊。看变魔即心，变魔即心当中有长行跟寄送，长行当中有三段，初念魔心，二念魔心，最后的三末念上念魔心。看初当中有两段，第一个令住大愿，第二个揭谛次第。我们看第一个，无量诸世界，无量人有情，刹那刹那正觉无上正等菩提，是为第一念魔其心。就是你平常修止观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情，你要想这个世界不是我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么当然有世界的依报，一定有人啊。这个世界当无量的世界当中呢，有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那么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在刹那刹那当中啊，都在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说啊，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说，你要思维在这个时空当中啊，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成佛，而不是一个众生，每一秒当中都有无量的众生在成佛，每一秒。我们在观内心的时候，总觉得内心的很多障碍，总是觉得这个成佛好像是遥不可及。其实不是的。事实上，我们从佛陀的大智慧的开导，我们知道，在每一秒当中都有无量的众生正在成佛，那就表示这不难嘛，很多人做得到嘛。这个就是你要成就菩提心的第一个，你相信成佛是可能做到的。我相信诸位学习过菩萨戒，菩萨的第一个基本精神，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就是修菩提心的第一个基本精神。你相信你的内心虽然业障深重，但是它是如梦如幻，这些如梦如幻的因缘把它去掉以后，你的清净本性跟诸佛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换句话说，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是可以改变生命，是可以真的做到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大乘起信论说的性根本。性根本是一个性，这个自体性有成佛的可能性。那么性三宝是性外在的因缘。这个我前段时间在看一个老和尚的开始，有一个老和尚的开始啊，他一生也是修大乘止观。他说啊，当我们在观心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会看到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当然每一个人的烦恼不同，有些人贪欲，有些人嗔恚，有些人高慢。然后你一再观下去，你会发现你烦恼很多，还不是一个，而且势力强大。
这个时候我们对开始修无上菩提的时候产生怯弱，哎呀，四断一切恶，这个是怎么断法，那么多的恶。所以诸位要知道，当我们在观照现前一念心事的时候，你不能只是在点状的观察，因为我点状观察，我看到烦恼，那我怎么可以成佛？你在观心的时候啊，你要做全体的观察，整体的观察。其实这个烦恼只是你这个体性上的几个小污点，你就整天看那个小污点，你当然不可能成佛，你被这个暂时的作用所迷惑。那你应该怎么观察？什么叫观察整体呢？只有一句话，达妄本空，自生本有。你要永远的相信一个真理，妄想的本性是毕竟空，而你的清净的本性是本来具足。所以我们在观照内心的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要看看啊，这个清净光明的心中墙角是有一点垃圾，这个我们要承认的。但是你对垃圾太过执取啊，你就不能成佛了。你每次都观察那个点状的，所以你要相信啊，你有成就诸佛功德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凭什么说这句话呢？凭的就是达妄本空，自生本有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要相信每一秒钟有无量众生在成佛，所以成佛的功德是可能做到的。这第一个，成就无上菩提的信心，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次念魔心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研修圣行，二结名次第啊。那么研修圣行当中分两段，神己意要信有堪能啊。我们看这个论文，由此意乐，人寻师等波罗蜜多，我已获得如是意乐。我由此故，少用功力修行师等波罗蜜多，当得圆满是为第二念魔集训。那么我们前面啊讲到这个成佛的信心啊，那么由这个信心呢，我们由这个信心啊就能够去产生行动。所有的行动一定要有信心，你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么你相信你的心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所有的恶法都可以断除，所有的善法都可以升起的。那么你有这种强烈的信心啊，你就可以去行施波罗蜜、戒波罗蜜、忍波罗蜜、波罗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我已获得如是意的，我已经真实的了解到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在清净的心中蕴藏的无量无边的宝藏等待我去开花。那么怎么把这无量宝藏开展出来呢？我应该要发起坚固的誓愿，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在发起菩萨大愿的时候，所依止的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意乐，刚开始是这样子。好，再看下一段，我有此故，少用功力修行师等波罗蜜多，当得圆满。我依止的是这样的一种清净的信心啊，我只要少少的用功啊，不必像以前啊执着啊，烦恼是真实的啊，那么你就跟烦恼在那个地方做点状的抗拒。其实你可以不必在那个地方做抗拒，你可以把心啊看到全整体，然后你看到烦恼只是你一个整体当中的一个生灭的希望像。这样子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修行善法的时候呢，叫做少用功力，因为你有善巧，你有大乘的善巧。那你没有看到整体性，只是点状的对视，那你这个修行就辛苦了。所以说我们仰仗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意乐啊，我们相信这些波罗蜜的功德啊，当得圆满，总有一天可以圆满，是为第二念魔起心。那么前面只是对无上菩提的信心，我相信可以成就诸佛的功德，这个地方从相信转成希望，我希望能够成就诸佛的功德，这是愿菩提心。这个愿菩提心更坚强。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说明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菩提心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去检查这个菩提心到底它的本质是坚固的本质还是一个脆弱的本质？就像盖房子，有些房子你看盖下去钢筋水泥风吹雨打日晒不会破坏，有些房子它盖了以后一个 毛棚风一吹雨一打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我们的菩提心的本质是坚固性的或者是脆弱性的。在大正起心论上说，菩提心的成就有两种因缘。第一个，你的菩提心是外境引生的，就是你为什么发菩提心，你为什么想要成佛，哎，我看到佛的功德很庄严，看到佛菩萨长得很庄严，或者是依佛或者依身，有善知识的摄受，我遇到刚好遇到就是大圣的善知识，他摄受我，他教导我发菩提心，我就发菩提心。假设你现在心中的一个菩提，你所意识的菩提心是依外境建立的，这个叫做脆弱的菩提心。你遇到恶因缘随时会退的，那我希望你能够稍微修正一下。第二种菩提心叫坚固的菩提心，你升起的因缘是经过法义的思维产生圣解的，透过你对大乘佛法的听闻思维，你相信达望本空之真本有，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而发起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 不容易退了。所有人都不成佛，你还是继续走你的成佛之道。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为什么要磨练其心呢？就是啊，你必须要啊，从信心到愿力啊，当然这个信心就是信根本啊，那么来加强你的菩提心的本质啊。看第三，后练魔心啊，第三。那么这当中呢，有两段，第一个当破佛国，第二个觉明师弟啊。那么当破佛国当中呢，分两段，第一个即可爱生，第二个烈胜算满啊。我们看这个论文。若有成就诸有障善，命中时，一命中时，即便可爱一切智体圆满而生，唯有妙善无障碍善，因何尔时不当获得一切圆满，是名第三念魔起心。那么前面是讲我希望能够成就佛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开始进一步啊，说啊，若有成就诸有障善，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内心依止的是有所得的心，他内心依止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心理，他要追求啊生命的安乐，有贪嗔的烦恼来修习善法，他不是追求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人他修习善法是依止有所得的心呢、啊，那这个善法当然是一个我们讲卑劣的善法，但是他临命终的时候都能够假借这个人天卑劣的善法去创造一个可爱的五蕴智体让他来受用，那么他心中依止有所得的烦恼修习善法尚且可以成就圆满的五蕴智体来受用，那么我们修菩萨道是怎么回事呢？我有妙善无障碍善，我今天依止的是一个菩提心跟空正见的大乘两种善根来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也就是说我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时候，我内心当中经常观照片寂本空一他诸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善法经过这样的两种善根的摄受，怎么不会成就圆满的佛果呢？这个就是第三念魔起心。前面的菩提心呢、啊、是信愿，我相信我可以成就佛的功德，我希望能够成就佛的功德，那么这一段是我已经开始成就佛的功德，行动，我开始成就行动，已经累积很多的波罗蜜，而且我对于已经累积的波罗蜜未来的果报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这些波罗蜜的善无障碍善一定可以成佛，所以他这个是信愿心，慢慢的慢慢的练磨你的菩提心。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应该把大乘的止观跟小乘止观做一个分别啊。
这个小善的主观啊，他不重视菩提心，他重视出离心。那么他以出离心来修无常观，他的对生命的思考就是从无常当作一个下手的处所。大乘是以无分别处，无分别次啊。那么小乘的这个空观是修无常观。这个无常观呢、啊，他观察生命是变化的。我昨天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跟明天也不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样。所以生命是流动变化的，这个无常，所以是苦，所以这个生命是不安稳的，没有一个一真实的依止处。所以苦即无我，所以我知道我对生命没有主宰性。没有主宰性呢，所以生命的本性是毕竟空的，它就进入到空性去了。诸位想想看，你用无常观来抉择一切法，什么东西都被你否定了。你也可以用无常观来观察诸佛的功德庄严，它也是生灭变化的。佛的法身以外啊，其他都是生灭，都是有为相，都是生灭相。所以说，小乘的空观呢、啊？我们认为小乘的空观，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它空得太彻底，所以我们经常说偏空，全盘否定。你看大乘的空观它多妙，它怎么说呢？说什么叫大乘空观呢？简单的说，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哎，这依他如幻很妙，它空掉是你心中的有所得的不平等的思考，他把你不平等永远把它抹平，然后呢依他如幻。这个依他如幻呢，就是说当你修空观的时候，你不能够空掉你心中的希望跟责任，你对成佛的希望，对众生的一份度化的责任。所以你看大乘佛法在讲法的时候，他绝对避免讲单边的话。你说，你看华严经哈，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佛陀讲空，他一定要讲有来平衡。小乘着有，大乘着空。好，所以我们说，菩萨道，凡事尽心尽力，成败交给业力，也是这样。你说一个人他修行只有修一句话，凡事尽心尽力，这个人肯定要累死了。尽心尽力嘛，他的压力肯定很大，我看他迟早会失眠，对不对？那你说一个人完全成败交给业力，那你这个人太消极了。所以说，当你凡事尽心尽力跟成败交给业力把它平衡起来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对成败的思想产生对立的迷言，成败交给业力，就是遍寂本空。遍寂本空就是成败交给业力，得失不是你该想的。但是呢，虽然成败交给业力，但是依他如幻，你要做你该做的事，尽量去做你的事。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在思维大乘佛法的时候，尽量远离空有两边，走第三条路，用中道的思想来思维大乘佛法。所以你看大乘佛法遍寂本空，他一定告诉你依他如幻来平衡。所以你真正通达大乘佛法，你看小乘，其实小乘佛法我们讲实在话没什么困难。小乘佛法是种单边的思想，跟人天乘差不多，只是连人天乘他单边的是走在有相的攀岩，你也是在攀岩，你攀岩空性，这也是一种单边的。难就难在那种中道的，好，有所放下，有所承担。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大乘佛法，我们在大乘佛教有一种很悲哀的现象，现在很多大乘的学者对大乘佛法慢慢失掉了信心。他参加小乘的止观，哎呀讲得多好。其实小乘的止观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你要升小乘的止观，你只要心够狠就可以了。反正他一度否定嘛。
但是大乘直观就不是这样，你要有所否定，有所肯定。你在观察片寂本空，调伏你心中的有所得，你又要依他如幻，承担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小乘佛教的相貌啊，是先甘后苦，先享受后痛苦。为什么呢？你用小乘的空观，用比较偏激的手段来修空观啊，很快就把你心中的这种我执全部消灭掉，或者说是啊，最快六生，最晚六十劫，六十劫也不多吧，啊，大乘要一万劫啊，那么你很快就能够进入到阿罗汉，但是你迟早要成佛。当你从阿罗汉要回想向大的时候，你就苦恼，因为你的心性被你搞得已经不正常，你的心性已经不在中道，你已经偏了。那么这种法执要调回来，那你就很麻烦，非常困难，你后半段的路就很难走下去了。诸位如果去读读《维摩诘经》啊，你会发觉佛陀在《维摩经》上大谈平等的中道实相的时候啊，小乘的阿罗汉每一个人都痛哭流涕，尤其是迦叶尊者，他跟佛陀说，佛陀啊，你现在跟我们讲这种中断的妙法，对我们来说太迟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佛的功德庄严啊，是不生不灭的，是生灭变化，我根本不生好药，我没有生起好药的心情。所以迦叶尊者说啊，你要一个定性的声闻的发菩提心啊，比生死凡夫还困难。生死凡夫他有烦恼，他有烦恼就有感情，有感情就有依他起，就有依他如幻，他就有能够升起菩提心。阿罗汉的心回生敏智，你要他发菩提心几乎不可能，那得慢慢来了。所以说你修习小乘法，你叫做先享受后痛苦，你先离开三界，但是你后面要成就功德庄严，你就苦恼，你一定会后悔。那么大乘佛法是这样，大乘佛法是先痛苦后安的，前半段很难走，因为你这个大乘佛法实在是太难了。你要我犹如莲花不着水，你要有一如日夜不住功，要调伏自己的感情，又要承担责任，又要花一万劫的时间。但是当这个大乘佛法的心准备好以后，他大白牛的时候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后半段就非常顺利。你看一个菩萨，他成就到加行位的时候，后面就很快，那个大白牛车一旦启动，奇疾如风，初地、二地、三地、十地顿超。所以我们应该对成佛之道，你应该想一想该怎么走。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实话了，我们如果读《法华经》来说，其实佛陀说小乘法是不得已的，你可以读得出，佛陀本来是想讲大乘法，本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中间的综合的度，但是有些人他没办法接受，他一定要偏激，那么佛陀只好为此事情开设方便。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刚刚有一个同学问我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空观的差别，他第一个问我，这个地方顺便回答，小乘的空观他只有修空观，他没有观依他如幻，他没有把因缘法保留下来，他把妄想消灭，因缘法也消灭，我们认为他消灭的太彻底，他把菩提的业力也消灭掉。大乘的空观他所对治的是心中的不平等的有所得心，但是他对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因缘，他的业力菩提业力菩提心是加以保留的，就在这个地方，大乘的空观有依他如幻来加以调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前面修空正见，修无分别智，他这个地方以三法练磨其心，就是在修空正见的时候啊，你不要堕入到偏空，啊，那么应该以这个菩提心来把这个心再带动起来。我们看这个偈颂啊，偈颂是把这个前面的文加以重复了。
此中有颂：人去诸有情，处处皆无量，念念正等觉，故不应退去。这个是初法念摩即性，就是说人去诸有情啊，当然佛一定是从人间成佛了啊，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无量无边的处所啊，在念念之间成就的等正等正觉，所以你不要害怕，成佛不是那么困难的啊。每一秒钟都有无数的众生在成佛，所以成就佛的空等是可能做到的。这第一点，你要相信这件事。第二个，住静心意乐，能修行思等。此圣者已得故能修持等。那么我依止这样的一种清净的信心啊，我就希望能够修习四波罗蜜、忍波罗蜜、戒波罗蜜啊。那么这种功德呢，在一个圣者、一个菩萨呢，开始发的菩提心，产生一种修习波罗蜜的希望啊。我希望能够成就诸佛的功德。看第三段。善者以死时得随药自满，圣善永永断圆满因而无啊。你看一个生死凡夫，他以死有所得的善，死的时候尚且得到圆满安乐的五蕴果报。那么我以止菩提心跟空正见所修的殊胜的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当中，在每一个修善当中，都在对治我的有所得心，对治我那阿赖耶识的不平等。那么圆满的佛果怎么不能成就呢？我相信我已经开始成佛了，我的成佛功德在心中已经透过波罗蜜的积极慢慢成就啊，从刚开始的我相信可以成佛，我希望可以成佛，我已经开始成佛啊，用这个三个法来加强菩提心。看这个魁二的断四处，那么这当中有四个法是应该要断的啊。第一个，断裂作意，由离声闻独觉作意断作意故啊。那么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啊，内心当中要尽量的远离声闻独觉这种二乘的作意。二乘的思想啊，就是他的生命的规划，就是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他对成佛的功德庄严不生好用，他对众生的苦也没有承担力，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你说诸佛的功德有怎么好，他没有好药心啊。你说众生多么的苦，他也不受你感动啊。那么这个叫做卑劣的作意，这个作意我们应该断除的啊。就是你修空观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保持你的一个菩提作意，这个菩提作意不能够没有的啊。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观念啊，其实大小乘的思想是不相容的。一个人对生命是没有存在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大乘佛法是要有所希望，他有希望成就无上菩提，有希望下化众生。我们要加以说明的就是说，菩萨在初学的时候，在对治烦恼呢，在法门上有很多地方要共生闻学，是的，在戒定慧对治三界的烦恼的时候要共生闻学，但是内心的思想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有小乘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要共小乘修一切法。在这个地方啊，你不应该产生这种自私自利自了汉的心态，这个你应该断。因为这个升起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栽培的菩提心会被破坏啊。前面是讲栽培菩提心，这个地方是要防止过失啊。看此二，断意会疑，由于大乘诸疑离疑，以能永断意会疑故。前面的障碍啊，是你自己打妄想希望分别产生的，这个地方的障碍是别人给你的，就是这个邪知邪见的恶友。那么大乘佛法有很多的功德啊、智慧啊，都是不思议境，它往往是讲中道的东西，非空非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完全是离空有两边的一个中道的路线，而中道的路线都是很难理解，所以很多人会产生疑谤，
啊，小镇的学者啊，学术界的朋友都会产生疑惑。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邪见的思想呢，要永断议会，我们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理解，不要被他们所疑惑。这个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越到末法时代，大圣的善根越难栽培。我看以后一代一代啊，能够修习大乘佛法的人一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障碍太大，就是这些邪见人众生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个人的情况，我是觉得当你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都在冲击你的内心那个薄弱的善根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要皈依上师，你相信历代的传承的祖师智者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这些绝对没有错，不要被现代的人所迷惑。对，密宗很强调皈依上师，他经常用美好的言句来赞叹他的上师，我们中国对这方面修得不够。佛法一定要强调传承，所以我们根据我们亲近的传承啊，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心啊，来断除这些恶知识的诱惑啊。子三，断法执，由你所闻所知，法中我所执，断法执故。那么当我们开始听闻大乘佛法，如理作意的思维大乘佛法，内心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庄严出现。这个时候啊，要离开我跟我所执。这个我执呢，就是说啊，一个人在大乘佛法的时候容易升起高慢，自我的高慢，那么高慢就障碍自己的进步了。第二个，我所执，对于自己所修的法门认为最殊胜的啊，那么这种我执跟我所执啊，都应该断除的啊。大乘佛法是应该广学了啊，这个对于法门的执取啊，菩萨界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思维，他说，佛陀说，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呢，不要一直自我意识，你的所知一，你的生命的根源呢，是如是一心中，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呢，想象它就是一片的心性，没有一个对立的我相、你相、我或者是你的，对，不要这样想，就是如是一心中。那么在一心中你干什么呢？方便勤庄严，把这一念心性呢，用福德智慧加以庄严，那就是好的，这是平等法界。就是说呢，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不同，它必须要广泛的学习很多的善知识，甚至于世间法都要学习。那你这个执着太重啊，会障碍你的广学，你把自己的地位提得太高啊，障碍你的广学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这个是一个妙法啊。第四个，断分别，由于现前现住安立一切相中无所作意无所分别，断分别故。断分别啊，就是断除心中的不平等啊，就是修无分别智啊。这个我们先说明了，由于现前现住，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立言对境啊，遇到很多现前安住的人事的因缘，叫现前现住。或者说呢，安立一切相住，这个相是你自己名言安立的，就在你在静坐当中，你想出很多很多的影像。那么你不管对于日常生活的人事，或者你在止观当中的影像啊，心中呢，都要保持无所作意无所分别，断分别故啊，尽量不要落入一种好坏得失的一种不平等的思考啊，尽量保持一种离两边的思考，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啊，远离一种有所得的不平等的思考，这种思考啊会障碍菩提心。我们一个人啊，
你心中啊，诸位，我们应该讲要注意，你要注意，经常观察你一天当中啊，你心中都在讲些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不是说你讲出来，不是，当然讲出来也算哈，就是你心中会不断的讲话。如果你心中的话都是不平等的，就是讲一些很偏激的话，那你这个人感情肯定很重。一个人感情重了，他讲的话就是很不平等。这个人非常好，那个人非常坏，那你的情感还是非常重。那么感情重的人，他心中一定有所畏惧，你要行菩萨道有困难。一个人要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一个菩萨能够勇猛的去弘悟正法、修佛慧命，他必须要无所畏惧。一个人要无所畏惧，他内心要经常保持平等，无过爱才能够无有恐怖。那么他为什么无有恐怖呢？他内心就是保持无分别，把得失好坏的分别统统放下，做你该做的事，你心中不会有恐惧。恐惧就是一个人心不平等才会有恐惧。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说啊，你要经常用一种很偏激的语言来诠释事物啊，你的菩提心会容易受到伤害，断分别。一个人要尽量啊，把自己的情感啊淡薄一点，啊，多一份的理智，少一份的情感啊。看丑恶的颂，始终有颂。现前自然入，安立一切相，智者不分别，得无上菩提。啊，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事的相，或者在修止观当中呢，由于文字所安立的相，这些相应该怎么办呢？智者不分别，不要起好坏得失的对立的分别啊，尽量安住在平等啊，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快速的悟入平等法界，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四种的下列作意，邪知邪见、我知法知跟不平等的分别，这四种法是会障碍菩提心的，我们应该要尽量的把它调伏。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啊悟一啊，就是举出悟入的智慧啊，举人入世。这个大乘止观的智慧啊，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哈。大乘止观的智慧简单的说就是两句话啊，第一个遍寂本空，第二个依他如幻，就这两句话，一个真空，一个妙用，一个是有所放下，第二个有所承担。放下的是你心中的不平等的概念，承担的是你心中的希望跟责任，这个你要提起来，这就是大乘的空观。我想我们啊，很多人当然都有质疑，想要去消灭心中的烦恼而修空观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很正确的来修习大乘空观呢？我们也可以用结果来推断你的因地对不对。如果说啊，你大乘的空观修了三年或者五年，慢慢你发现结果，你这个空观啊让你的感情淡薄了，哎，有帮助。但是你对人世的因缘越来越排斥啊，内心当中啊走入疗房不易见人，那么我敢保证你这个空观错了。一个大乘的空观，他调伏心中的不平等以后啊，他对于上求佛道利益众生的心啊，一定更有承担力，就是他这个依他如幻啊，他这一部分是加强。如果你修大乘空观修了以后，你对于承担佛陀的事业更加的退却，那我敢保证你因地的时候，那个空观的抉择是小乘的空观，你自己要注意，在这里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出现。
因为你有这个结果，就是你有这个因地了。我们一个修行的菩萨，我们可以不采取行动，这个没有人会怪，没有因缘。话中的要有因缘，不能强求。但是你心中不能没有那个意念，你不能没有那种准备，不能够没有这样的作用。比如说，你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都可以理解。度化众生要等待因缘的。但是如果说你连这种心情都没有，那你就完蛋了，那你整个大乘三根失掉了，顶多小乘三根。所以我们经常用佛法的思想来无人自照镜啊，好丑身心起，用大乘佛法的教育来调整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很正确的走在大乘的道上。所以我总是觉得一个人修行呢，你先了解你自己，你不要糊里糊涂啊就到处跑。你经常要了解你现在是什么相貌，虽然我们不能够马上调整自己，但是你了解自己，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调整，你就有希望。虽然我们不可能马上调整，但至少我有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地方的社论就是他很详细的把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功德相，从知见到修行，很详细的呈现给大家做参考，给你自己一个修正的标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小乘止观、大乘止观的不同点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小乘的空观是一昧的出离，所以我们认为小乘的空观是偏一边的啊，偏一边的。那么大乘的空观，它观偏即本空，但是它又强调依他如幻，它空掉的是心中的不平等。但是他保留了心中的愿意跟希望，所以这点是不同。金刚经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大乘止观，金刚经当然是大乘止观了。所以他那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受者相是调伏自己的。诸位要知道，止观如果他是在调伏你心中的有所得心，那就是大乘止观。如果你这个止观是对一切因缘法全盘否定，那这个小乘止观。比如说我这一念心中对常见特别厉害，我总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固定，人是人也是固定的，事情也固定的，那你也可以说无常观。但是你无常观是在调伏心中的有所得不平等的心，这种常见的心，那这也是大乘止观。因为我没有伤害到依他如幻，那总之小乘的空观叫偏空，它是毫无保留的全盘否定。只要这个空观是在对治你心中的有所得，即使是无分别智也好，无常观也好，都可以当作大乘空观的方便。就是大乘的空观一言以蔽之，它的判定标准就是遍即本空，依他如幻，达到这两个效果，这两个缺一不可，就是大乘止观。它能够调伏你的执取，但是它不会伤害你的业力，你对生命的希望，你对西方的承担，这个就是大乘止观。所以遍即本空依他如幻是大乘止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条纲路。第一个遍即本空空真见，第二个依他如幻菩提心，不能忘掉你的责任。好，所以金刚经它是也是一个内观的，往内对治心中的不平等，所以它对于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的不平等的执取，把这个四相都把它抹平。当然它是大乘止观，当然金刚经它是比较没有讲到依他如幻，但是它没有讲不表示它否定依他如幻。好，金刚经
偏重在片剂本后。他这么说，你要修依他如幻，你找其他的经典，但是他绝对不会忽略你的菩提心。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说明啊。当然本论讲得很详细的啊，他前面讲到这个啊无分别住以后，他有三种法来磨练其心，加强菩提心，啊，断除四种的过失啊。他这个片剂本空、依他如幻两个都讲到了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